咱就爱炸一个锅巴。这是一碗生米饭里头打了鸡蛋。加点十三香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盐，再搅拌均匀。加两勺面粉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成面形状，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都可以，再拿出来揉揉，撒点擀面粉揉。这都可以，给它擀成大面饼。给它擀大擀薄。上面撒点擀面粉，防止它粘连。来点卷到这蛋。好，这都擀成了，擀成大面饼了。切一下，切成片儿，再切成小方块。锅里倒点油，油热给它下到锅里，给它翻翻搅搅，防止糊底。炸了两面金黄，我开始出锅，这个是油控干。这锅巴都炸好了，吃着又脆又香。可惊了。